所以给我们一个直角坐标的图形，然后他给我们一块图色面积，跟我们讲这块是面积是24，所以他跟我们讲说 BF 这个距离是2，然后他最后问我们 G 点，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这一块，他给我们 BF 是2，然后这边是24，所以我们把它移出来，所以变成这边24，这边是2，之后24可以拆成这四种组合。我们发现这种组合加进去，不过正方形的边长都一样，所以2+4刚好就是6，所以我们就有这边就是4，这边就是6，这边就是4，这边是6。然后他要说，没有 ，y 等于2x， 所以这边是2，这边是 x， 然后我们知道这边是6，正方形边长都一样，所以这边也会是6，所以它的A 点的话，它的 y 就是6，然后 x 我们不知道，所以就是两倍的 x 等于 y， 那 x 就等于3，所以这一段是3，所以之后我们知道这一段是3+2等于，然后这我们要求这一段求一的坐标，所以一样是两倍的 x 等于 y， 然后两倍的5等于 y， 所以 y 就等于10，所以这边是10。之后这边又是一个大正方形，黄色的大正方形，所以这四边都是10，所以最后这边是10。之后前面这边3+2，这边是10，所以10+5等于15，所以 G 点坐标是15。没有。谢谢。